哇，这个阵容好难打呀！红教堂带个彩板，然后抓这个调香师啊。这把飞行家抓不了，只能够抓调香。飞行家其实有点克数场的。好，调香师刷这个地方，那可以打了这把。直接走地抓调香师吧。再推墙，那他肯定会推右边的墙传过去。嘿，笨笨的呀，你在想啥我都知道。调香师可以开存在感，直接打就行。带快闪的好处就是不怕他转板区啊，反正他可以开存在感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是小黑，我头铁。邪梦来了，小心一点，要防一下哈。哼，切，想撞我，想啥呢，小伙计？前锋在被摸啊！地下室还行吧。前锋他赶不及来撞旧的，谁来救我？两个人在修，一个人卡。两个人卡，一个人修。外面只有一台电机在抖，两台在抖了，中场也不抖了。可以可以，他们是想救的，可是不太敢救，因为地下室。我们这边的话尽量稳一点吧。飞行家其实有点克数上，我觉得是落地都没刀的。头有点大呀，不太好抓。你看，就是这一种，没办法。飞行家放个屁的话，能放出小白的一个刀气范围，所以没办法的事情咯。包拯，这电机能给拖够。这角色我一直觉得很强啊，你知道吗？这角色我真的一直觉得很强，这角色。这飞行家玩的可以的，稳稳。电机要够了。我感觉打不了手势节奏了，要控电机了。电机还差最后一台，这个人打倒之后不能再挂了，没机会啊。旁边有个前锋盯着，没办法，得换节奏。
准备手电机去吧，先卡一下视野再传哈。这边要等原生交加速，我们再交吸魂会稳一点。好，这刀可以拿到，极限。摸起来了，现场摸的，费心加修机，费心加肯定会修机的，费心加落地没刀，主要是这是难受的一个点。他们摸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打拦截，现在的话，手势也没啥机会，拦不到感觉。感觉会被绕过去偷，果然被偷了呀！前锋交互很快，这角色落地没刀的，这边再控可能没机会了，电机要够了，所以直接守，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控了。为什么？小本本拿起来，知识点了哈，因为这里我们把它挂在这个小门这里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守小门？而那一边最后一台电机是那个小推的电机，小推的电机是不是离门很远？那是不是说明他没办法贴门？那开门上是不是很好打？我们这边也守了一个小门，对吧？这前锋好像没大清账的，他刚刚有搏命，没大清账的，搏命飞轮的，闪交了没关系啊，因为没有人贴门啊。我就感觉他没大心脏，现在前锋很少有带搏命的。我们去排一下人，这边来了拉拉队员过来卡了，那他肯定就在这附近的。好，把他挂上去，然后这边两张椅子离得很近，可以一起守。还行，这把赢了哈。